还送我离开？我送你个360，你觉得行不行？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你用的也是搜狗，你好使啊？你能看见呀？你要好使的话，那这个就有点问题，那可能就是我的问题。对，先学个一技能啊，这把打个瑞文上来，一小兵，等个6秒，我们先耗了他一小点血，不要小瞧了这一小点血，知道吧？千万不要小瞧 A 他一下，等他三段扣放完，我们 E 上去 ，E 上 A， 再 A， 可以看到我的血量已经比他多特别多了，看着没？这就是上来我靠那一小点血，50点血的作用。这波一小兵，哎呀，差一点没遇到，再等小兵再来一下，应该能遇到了。他把闪交了啊 ，A 一下，再 A，1A 死了，闪现平 A， 再 A 一下，吃个药吧，怕塔给我砸死了，拉倒吧。正好剩70点血，我估计不吃这药应该是死了。先撤一手，吃个经验。经验不能落啊！好，我们升个3，这波小兵很多，一 W 走，别着急啊！我不知道他二弟学的是什么玩意儿呢，他应该是学的 E， 我估计。那你电脑他也不行呢？不是啊。不是啊，我电脑有问题，我换你的电脑也不好使，那不就不是电脑问题吗？那就可能就是浏览器问题了。啊，我换别的浏览器试试。先吃个药，买个药。太细了，蓝林汉，细吧。出可血战斧咋样？可以出啊，你乐意出就出呗。虽然我们今天狼人赢的那把比较费劲呢，但我觉得现在这个版本狼人确实挺厉害的，至少比猴厉害。先扣一下，看他打不打来 ，A 一下，让他踩，再 A，A，E，A，W 平 A， 平 A 接双扣。像这种根本没有技能的瑞文，只知道平 A 的瑞文，我们不用害怕。小伙子，我杀过的瑞文比你的脑袋头发都多。你在我这光速扣 A。我打那些高端瑞文的时候，你还在吃奶呢，可能回家了。
这把三不三项是一个问题。三项，这把出三项。吃谁的奶随便吃，想吃谁奶吃谁奶。先插个眼儿啊，他这波没闪现。来先 Q 一下 ，EA 点燃 R 转起来 ，A 接双 Q 再 A。这把就是比较恶心的，就是有个蜘蛛又有个碗猴。蜘蛛能秒我们，碗猴也有点恶心，该怎么办？此地不宜久留。打瑞文一定要先 Q， 知道吧？他如果踩，他踩不到我们。好，这波直接一上来打平 A W 接双 Q 再 A 一个平，卡一刀把我砍了。没关系，给他600。这波其实是有点冒险，你知道吧？有那么一点点冒险，但是他运气比较好，就剩一丝血，没死掉。让他先值点钱，省着一会儿不值钱了。给我杀他！给我杀他！这碗猴什么意思？打女人！给我打死他！最好小鹿能死。然后双 buff 给我们，没关系，反正这小鹿啊也不值钱。这波瑞文要死。先 Q 他一下，让他踩踩就死。EA AQ 转起来 W 闪现一个 Q， 塔下强杀。蜘蛛不要来啊！我把他塔皮都给他吃了。蜘蛛来打不过我，没事。你看他双 buff 给我，我起飞。双 buff 给他有什么用？没什么用，我直接五层塔皮全吃掉。走回家。这回不会有出蟹手那八个了吧？没有了啊。这破败太脆了呀，那也除没事儿。这把就破败黑切蟹手加死亡之舞，我这搞个板甲也行，跑得快点。下路赶克一波走。跟我来，含羞贝蕾，跟我来。
下路的俩要死，跟我来。这里希望没有老树的树苗子。先抠他，别用E，先被捆。我们早点被捆，这样持续的时间不会很长，知道吧？如果你往后边走了，然后被他捆住了，这个玩意儿是，大招移动速度啊，移动的越多，那么你被捆的时间也就越长。这边把下路给他拆了。真眼，我是拆迁办了，我得哪插哪了，别让我逮着防御塔，让我逮着防御塔那就没了。走了，一会儿给我射死了，你别拆了。哎呀，这家伙射谁呢？不行就别拆了，下边再拆呗，又不是14分钟了，着什么急呢？那全送了也不行啊，那全死了，那 ADC 不起飞了吗？还好我们没死，还好我机智啊，还好我机智。继续给我往下走，这边大树没有大，让 ADC 上去送啊！别着急啊，可以上来。AQE 先把大树收了 ，W 躲一下，点岩 Q 先把他杀了，让瑞文下来，假装打不死，其实一个 E，AQR 转起来，来瑞文再 AQ 再转，人头给我抢了。我们上去把这塔拆了。那 ADC 还回头，本来不回头死不了，非得还回个头，也不知道回什么玩意儿了。有蓝吗？打个蓝棒。回家破败，破败出完，我们来点血量装，小龙可以要。这套出装吧，就是吸地比较少，没啥吸地。这大招100秒一个，可慢了。怎么的呀？这怎么回事呢？这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快点，小龙！打上了，打上了，打上了！快点！蜘蛛杀我啊！蜘蛛，先把蜘蛛杀了，再杀着大树，先吃个药。A E A A Q 平 A， 给我吸血。抠死，手速需要快一点。这瑞文，小龙打了，我就不打了。我们去下路收线。为什么敢不理我呢，兄弟？哎，你为什么敢在这里蹲着呢？我不能理解。等一下，这大树应该能杀啊！瑞文来了，那不行了。这瑞文啊，没啥伤害，也没啥减息地，也就一套小技能。
先把咱儿子给他们引过来。哪那么多儿子？来人了，来人了，让他俩追都没事儿。其实现在可以让这大树追。来，来呀、啊！两个打一个都不上，那算了吧。你马上叫人了，我走了，不讲武德。哎呦我操！至于吗？为什么这蜘蛛敢在我面前放肆？这蜘蛛，这蜘蛛，哎呦我这蜘蛛，我有蟹手的，你俩杀我！不行啊，这有瑞文给我斩了的。呀，这大树行啊，先把这大树杀了。拆中，把中路拆了。这晚豪行啊，这晚豪，你知道狂风之力晚豪如果没有了狂风之力有多难受，兄弟，你只能再等五十秒再杀人了。给个红来，谢谢老弟，回家了。这晚豪，这晚豪要杀我！这晚豪，哎呀，人有点多，先吸血。哇，这一枪！好痛！这该怎么办呢？猴好垃圾啊，这猴出点什么能厉害点呢？这猴出半右吧伤害不够，也不右，出单体爆发秒人又脆，跑的又慢。这猴都出蟹手了还这么脆，你说那怎么整？我整个死亡之舞，九头蛇，九头蛇大招还不带触发的，那大招吸血也吸不了多少，也没以前死亡之舞能吸。拆，真弱。给我中路杀。你们要杀我，我没想到啊！这晚豪，一波，给我一波，剩两个人，一个进，一个大树，没得什么用。你 A 我一下。散了吧，这还杀呀？先把这大树杀了，晃晃悠悠的搁右边晃来晃去的。先干着晚猴啊，让他放一血没关系。还给我整上狂风之力了，还
我们就在这旁边勾引着 ADC 啊，准呢，闪现 Q 啊，转起来 ADC 先死再杀蜘蛛 AQ 转，你可不行，吸点血把塔拆了呀，给来个，对不起，哎，干吧，那没办法了，要晚猴给我干了，这晚猴，这晚猴追不上人，完了，给点烟了，给点烟了，哎呀，来个死亡之舞。我决定出一个跑得快的板甲，我觉得这英雄联盟的设计师啊，这个版本设计的呀就非常的恶心人，你说为什么把三项的那个移动速度给我移除了，为什么，你这跑得这么慢追个屁呀，追谁能追上，那 ADC 一个个这狂风那狂风的，一个三速还一个五速还，上哪能追上人呢，那团战笨得要死，摸人都摸不着，你这让我出什么？跑得这么慢，可笨死了！还非得 A 着人才能加移速，我不用。射谁了这？寒冰不没了吗？大树死了，哎，有红吗？有红，一会儿可以杀一下 ADC 啊，不是闪现吗，跑得慢，那上单跑得慢怎么杀人，你说哎，好意，我们的永恩来了， ADC 生存环境，我说实话要是辅助会玩的吧， ADC 这版本生存环境可以的，真是可以的，又盾攻又狂风的，你看没有位移的也给位移，真还是可以的，你知道吗，先把这晚猴给我杀了，还要打女人，拿下。